功哦，这彩虹太大。13号礼拜四的早上，就在玉里天主堂休息。雨伞。
这边是邮局跟玉里国中，这边是天主堂的回收厂，玉里天主堂。USB 脚踏车跟 USB 的那个背包盖住怕下雨，那些上面会漏洞。哦，吴大师比比，玉里国中。哦，希望那个校长、主任、老师、教练能够多引荐贵人，资助、赞助自由创作的吴大师比比，感恩。8:20从玉里火车站要到万荣火车站，脚踏车好高。吴大师比比司令号。哦，今天是在万荣火车站哈。是万荣火车站。现在下大雨，在这边有点躲雨，顺便洗脚。公司那边的。在这边躲雨，现在雨很大。